是看到抗议的那些医护人员就是逆行者啊，特别不容易，就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湖北啊武汉抗议，感觉就是很感动我，就看了又感动又心疼，就是这样。这幅画它的就是每个省镇我给它设定这个医护人员形象的卡通娃娃是，湖北呢，我就想表达那会就是他们是最重的，然后旁边倒的热干面就代表武汉嘛，被病毒打了，但是他还是在坚持顽强的拿那个盾啊，还在抵抗，所以全国就开始来帮啦，别怕，我们来了。